龙山石窟，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元代道教石窟群，位于太原西山，东临晋阳古城，西接天龙山。前山为道，后山为佛，重峦叠嶂，四季多变。九窟65尊雕像，从大唐到宋元，直至明清，石窟经历了千年的幻化。不同于佛教石窟的鸿篇巨制，龙山石窟却也成了石窟艺术中的小品美文。千年前的宋德芳一定不会想到，自己主持营造的石窟成为了今天研究道教造像艺术必须的实例。藻井与雕像完美结合，纯粹古朴，细腻生动，是老庄的极乐世界，也是流水的日常生活。行至山野深处，坐看云起时，当文化与自然相结合，